李白唯一传世真迹上阳台帖，如今估价46.1亿。此帖曾经辗转多人之手，深受历代帝王和文人的喜爱。对于这件李白唯一存世书法的真伪，大家并未有太多的疑点，因为流传有序，每位收藏者都留下了印章，以及长长的题跋，以表达滔滔不绝的敬仰之情。启功先生认为，宋巨堂300-400年，以宋徽宗的功力，在字迹上作假的可能性不大。其次，历朝历代收藏家不至于一起看走了眼，流传著录清晰明白。最后看字帖本身，有太白题名，字体磊落，风格与李白本人相符，字迹又并非双钩填墨，应该是真迹无误。上阳台帖前前后后几百字，李白写的也只有短短25字，山高水长，物象万千，非有老笔，轻壮可穷。18日，上阳台书太白。上阳台帖是李白与杜甫、高适同游王屋山阳台宫所作。李白原本打算拜访一下老朋友司马承祯道长，可到了之后才发现司马道长已经仙逝，无缘再见。李白一时感慨万千，于是挥笔写下了上阳台帖。这幅作品曾经差一点流失海外，张伯驹先生以60,000大洋的天价购得上阳台帖，这件作品才被留在了国内。1956年，张伯驹先生将上阳台帖转赠给毛主席，毛主席又把它转交至北京故宫博物院，一直珍藏至今。